谢谢不留的告白气球。而且我今天穿了一个很夏天的，就明明还是春天，那我穿一个很夏天的衣服，超热的。你们不觉得今天很闷吗？因为今天有下雷雨嘛，就是雷雨好像都会很闷，然后下雨就会超闷的。因为我今天房间整个超级热，我已经还没有四就已经开电扇嘞，真的觉得好热。而且台北版就是大楼很多嘛，就没有办法遮，就没有办法遮蔽到阳光，然后所以就超热。今天是春装，谢谢 Blue 流的同宝商 A 级，嗨德全本周二次膜拜时间，为什么是膜拜时间？嗨路过，嗨深深，对啊，但其实还是有点闷啦。我刚才想说要不要把那个电扇搬出来用，实在太热了。对，今天就可以完成，因为我真的太就没有，对我几乎没睡，因为我跟还有事情，然后真的就睡不着，我就是那种很容易失眠的人，所以我应该要去看个什么心理医生之类的，就是看一下是我是不是有病之类的。晚安，嗨勇哥，这算春天是没错啊，可是其实也很夏天，就是我只是就是。好啦，应该算春夏风，管他了，差不多啦，都一样。这应该还有，应该有人有印象吧？这没有看过吗？有看过我们之前那个，对，之前那个什么什么春的那个节目里面，我就有穿过这一件，就是一模一样的。你去海滩的时候的那一件，谢谢 Forever 的星之冠。拍摄姐那套不是啊，摄姐那套是另外一件，那个是那虽然是那不是我自己的衣服。谢谢无名的星之冠，哇，超热。在没有，可是还是很热。我房间因为我房间属于那种就是只要没有遮蔽到的话，就会超闷的那种，可能面向问题吧，就整个超热的。然后所以就是我今天就直接开电扇。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开电扇，因为昨天晚上超级闷哎、欸，应该是因为下雨前不是都超级闷吗？然后我昨天真的是一打开房间，真的是一个温室，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型温室，快热死了。然后是不行，我要来，就是我要开电扇。真的受不了，真的是闷到我会受不了。就是你，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盖厚被，然后我现在把薄被拿出来盖，然后我发现我连盖薄被就是都会觉得还是很热，就已经是要一定要开电扇的程度，太热。然后哇，台北也太可怕了吧？就是台湾的气候真的很蛮怎么讲，就是很蛮不友善的，太热了。谢谢游戏一楼的木宝箱 B 级，谢谢游戏一楼的康乃馨。很春天，对、啊、我今天是春天风，因为已经春天了，不对，是已经春天了，我在说什么？今天是春天啊，今天早上比较热，听说、哦、好像会降温，对，这样很好啊，我快热死了，赶快降温。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那个，这是一个纠结的点，就是你知道夏天的时候就希望赶快冬天，然后冬天的时候就想要赶快夏天，你知道吗？可不可以那个平均值一点？我觉得我们的气温很不平均呢、欸。可恶！我爱听 Amy 的新歌。前天 unfair， 对啊，真的很就很无聊啊。然后我又睡不着，想说那我就干脆继续拼好了。后面什么？后面有东西吗？没有吧？你说那个吗？那个不是，那个是包什么东西？包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对啊，但是就觉得很没有关系，因为我其实今天睡超久，因为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就开直播嘛。所以我昨天就一路睡到下午四五点才爬起来，可以啦，我已经补眠已经过了，补好了，对，因为我只要一次可以睡超过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就恢复了，对，我的那个，这是一个很微妙，我可以很久不睡觉，然后一次睡很多，我就差不多就恢复了。3点应该是你才对啊，3点那会真的完全睡不着啊、欸，就是因为睡不着，想说那我就干脆来拼图啊，反正也睡不着。然后我也会想赶快把它拼完，因为我觉得它也很占空间，它放在这里蛮占空间，我很怕别人要用这个桌子，我想要赶快拼，把它拼完好了。而且它不然它会一直爆，就我也很怕被我弄散啊。我说那刚才赶快拼一拼好了，这样刚刚好。什么烦恼可以说出来听听看？这个烦恼呢没有办法说出来，对，说出来可能就不在这里了，太实际了，太现实了。5点没到5点就睡不着。我上次真的蛮夸张，我有一次真的是失眠到早上6点我才想睡觉，就没办法，那是一个心理因素吧，反正就那不是一个，不是怎么讲，不是就怎么讲，没有办法，不太能靠就是
聊天或者是那种解决的事情，因为那有点像就是可能已经算是有点内心理的东西了，那可能只能看医生吧之类的，吃药吃安眠药之类的，不知道，听起来很严重，好像太久了，对，好像真的很久。嗨，暗红，你要穿这套夏天的裙子，我还是得说好漂亮。夏天的裙子，哦，这不是裙子啦，这个只是上衣，它不是裙子，它是衣服。对，我是猫，你要变凉了，刚刚好，好想赶快变凉，好热哦，现在真的希望赶快变冷。这应该有梅雨吧？没有啊，每年都有梅雨啦，然后可能没有梅雨，没有梅雨很惨呢、欸，会变干旱季，应该是有梅雨，而且台北其实就算不是梅雨季，也是一直在下雨啊，超烦的，好不好？下到会觉得就是一定要发霉了。嗨 J， 咔咔摸一，什么南部已经可以开冷气了？对啊，我朋友说他已经开冷气，超夸张。哈，因为他跟我说他没有电扇啦，我说哦，好吧，好好笑、喔，原来是因为没电扇，所以只好开冷气。哎、欸。因为我其实很不敢开冷气，因为实在太贵了，冷气很贵耶。谢谢欢迎但是的花束。对啊，快三年了耶，还蛮久的了。台北是我的沼泽，对啊，很热，而且它是盆地，因为台北是盆地嘛，所以就是更热。就是突然拼超快的，我也不知道耶，可能是因为没有在思考别的事情，那时候就想说哦，我要赶快把它拼完，然后就一直狂拼，你知道吗？就我没有去思考别的事情，我就想说哦，拼好了这样。作息乱影响睡眠，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作息不太可能很正常，懂吧？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今天没工作，可是可能又有那种很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工作，或者是突然半夜的那种工作也是有，所以就是我们没有那种很正常的睡眠时间，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很正常。比如说，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跟一般的上班族行程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行程就是比较乱嘛。对，可是因为一般的上班族时间就是哦朝九晚五啊，这样就是早上九点上，虽然不是朝九晚五啊，因为就是一定会有加班时间嘛，随便啊。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绝对不会有什么正常下班的时间啊，都就是对，就是那种很奇怪，不能上班迟到，却没有办法正常的下班，对，真可怜、欸，可不可以正常一点？反正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又不像一般的上班族，就是可以。很就是作息至少比较正常一点，就是你睡觉的时间可能不会很乱，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那样啊，我们没有办法每天都是一样的作息时间，所以我觉得会很乱是很正常。然后我体质本来就又没有那么好，体质又差啦，其实，嗨迪，只有冬天跟夏天，其实前阵子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春天的感觉，就是一点点，可能就有山上有啦。山上可能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因为山上的那个气温毕竟没有那么高嘛，就是还是会有点凉凉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哦有春天的 feel。然后可是如果不是山上的话，就会觉得好热哦。拼图还没有完结，快啦！我今天就可以把它拼完了，刚好下班哎、欸，好厉害！自然醒嘛也没有，其实我两点的时候醒一次，因为我有记闹钟啊，我想说不要睡那么久，因为我也怕睡太久就是比较不好。然后我想说那我两点起来这样。我两点有起来一阵子，就是玩一下手机啊，然后跟就是联络一下其他人，看一下讯息什么的。然后两点多，我真弄完，然后打了一下游戏，我发现我还是很想睡觉，那我就继续睡。这么没有行程的话，我就会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这样。现在气候越来越异常，对啊，现在只会越来越异常，不会变正常了啦。对，因为怎么讲，变差的东西，尤其是这种自然生态。它只要一旦变差，就不可能恢复变原来样子啊，因为它就是它不会，它又不会变形，它没有，它是没有弹性的东西啊，所以它只会变差，不会变好，就是只能维持而已啊。现在就是只好维持。原来是硬派的拼图法，对，就是乱拼这样，就有时候乱拼就会拼出来，就很奇怪。嗨，黑粉，谢谢黑粉英娜的木吉宝箱，谢谢薰衣草。还有木吉宝箱，超傻眼猫咪，叫我傻眼妈咪耶，为什么有傻眼猫咪啊？它是不是没有图案啊？还是有啊？我刚刚可能有看到。谢谢草莓酱告白气球。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是早上六七点睡。对，哎、欸，没有，我昨天蛮早睡。哎、欸，我昨天早睡吗？哎、欸，没有，我昨天没有很早睡。我在说什么？好好笑。昨天因为昨天有别的事情，所以就是还蛮晚回来的。嗨 ，Hello， 综合喵喵，早上六点还不睡，真睡不着啊！我早上六点左右才睡着吧，然后结果我要很早起床，超白痴的，
谢谢 CQNK 的宝箱香槟，谢谢不入流的木吉宝箱，谢谢 Sing a song。有个烦恼，但过几天沉淀，我确定了再跟你说。好，我没问题，你慢慢来。只是因为毕竟每个人有一些烦恼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或者是比较不好讲的嘛，那也没办法。但我会跟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说啦。但是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也只是只能跟别人倾诉，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帮我解决那个问题，所以就还蛮困扰的点，是因为比较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吧，所以就会一直卡在那个点，就让我有点难跳脱出那个想法或者是思维之类的。谢谢去面的新之冠，越来越要越来越了，越来越越来越，我不能说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说的，对，不好说不好说。上次杂志唱的是粉红格子杂志什么杂志粉红格子杂志什么杂志来着的杂志我有拍杂志吗？你想什么杂志是什么杂志？你说衣服吗？裙子？哪个？嗨神奇黑丢，嗨玄阳，好闲啊，什么好闲，就是有时候闲有时候忙啦。是这些是才有救的。拼完要表框吗？对啊，可是我觉得有点难表框，因为我表框起来我要等它干，所以我今天应该是没办法表框。对，我等一下弄一弄，就是弄那个上胶之后，我还是得等它干，才有办法把它表起来。所以就是我等一下可能只是拼完而已，然后就跟大家聊天。因为你比较容易很晚的时间，不一定啊，但是就是会拉得很长，就是那个工作时间可能就会拉得很长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也是会有中途休息时间什么的，但是就是会比较有，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在待机状态嘛，所以就是会比较有长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或而且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半夜可能要爬起来化妆什么的，所以就是真的是睡眠时间还蛮，时间点就很奇怪。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可能就是吃饭啊什么的，或者是但也不一定，有时候蛮晚的，就是看当天的状态嘛状况这样。然后就是像之前拍 MV 的话，就是那比较晚一点，我们可能就是吃完饭之后大概9点多嘛，然后但是我们大概休息个4-5小时，可能半夜一两点我们就得爬起来化妆跟弄头发什么的，所以其实还蛮累的，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像阿里山的话，那个就比较特别嘛，因为毕竟我们要拍日出，所以我们就是得大概5点左右就要在那边待命，就是要等那个太阳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要半夜12点，差不多早上第一早上12点就开始用了吧，所以其实还蛮辛苦的，因为毕竟就是拍摄要看那个我们要拍摄的东西嘛，所以就是阿里山那个的话比较特殊，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对就半夜的时候就要开始梳化啊什么的，所以就是真的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而且就是我其实还蛮，我已经好久没有去阿里山了，虽然我住在嘉义的隔壁，我说我老家啦，但是其实我基本上我上大学就没有什么时间，而且我应该说上学也没有什么时间会去玩，我家也不太会去，就是我家不太会出远门什么的，就对，家还蛮佛系的，我家真的出远门的话顶就是直接去日本的那种，所以我们家不太会在国内玩，应该长大之后就不太会就是开车出去玩啊什么的，就顶多找亲戚啊之类，但是就是不太会出门玩，所以已经好超级久了，大概我以前去阿里山大概是国小的时候，超久，国小然后到了我就是拍 MV 那一次，隔超久，已经十几年了，就很厉害，有十几年然后才又去一次阿里山，而且我第一次去阿里山的时候完全没有印象，就是完全没有印象我去过阿里山，超好笑，我还跟我爸说哈我去过，我有吃东西啊，起床再吃就好啦，因为睡觉的时候你不会饿啊，因为没订单，笑死。只是有时候差异，有时候很忙，这样就是一个这种状态。我确定你的闪推的那位成员了啊、哦？你确定了？可是你不是还在思考吗？怎么不少人昨天很晚的感觉？对，这是秘密。谢谢去冰的羊羹还有新主管。就是面面没有，我那时候我那一天前一天也是很忙，我那天也是一直醒，就是我一整天都醒着，我没有睡觉，是我真的大概有，我
我醒了，我超过24小时哎，就是我真的作息的时间已经醒了超过24小时了，但是我还是睡不着，就是很奇怪。但是就是对我身，就我身体进来还蛮奇怪的。神天是你，谢谢。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喜欢的诗雅的，没关系，我可以接受，就是大家喜欢很多成员，因为我不是那种。啊，你就是一定只能喜欢我那种，蛮奇怪，因为毕竟我也是那种，就是我也是那种超滴滴的那种，就是、也不算滴滴，就是我还是可能就是觉得哦，觉得我觉得他蛮可能哪一个方面还蛮吸引我的，我就会喜欢嘛。虽然可能就是还是会有那种程度的差别，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你喜欢就喜欢，我也不会说什么哦，只能喜欢我啊什么的。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今天要跨日嘛，今天应该是不会跨日吧？我觉得像在。直播你对我说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我说了什么？这我自己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有时候只是想要找对象说一下，对，是没错，但是就是、哦、我老哥也没办法解决啊，我老哥最没有让啊，不是啊，我什么都没说，我说我老哥对我很好啊，不是啊，八九会在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哦，真的吗？谢谢，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听听就好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跟你的理念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很像的话，就是你不一定要就是100%听信我的话什么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想法嘛。就你不一定要去接受别人的想法，如果你觉得那不是对，或者是跟你的理念有差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要接受。对，这也是可以申请入喵喵教，大家都可以来，大家来。当我的喵喵教那个教会什么鬼？然后大家要来当我的那个教徒。嗨木木，嗨阿元，嗨季风亮，嗨现在反而前一天就集合，对啊，超累其实，但是真的蛮好玩的啦。但是就是会拍到想睡觉，跟度孤这样一直度孤，蛮近的，可是我们家就不会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夕阳还好哦，喂，夕阳还好，是因为我们是要拍夕阳，所以其实还好。夕阳那一天我们大概也是6-7点，没有，大概没有，因为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夕阳是就是从早拍到夕阳的时候嘛，对，所以也是大概半夜的时候起来，对，差不多就是我们大概6-7点的时候就要在那边准备这样子。没有夕阳那次还蛮妙，是我们因为我们要搭夜车到那里，就是在6-7点到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拍摄。是这样啊，对，就是这样。我反正我真的是老嘞，对，我们大概是半夜3点多的时候出发去台中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11、12点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准备了，就是化妆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在公司弄好之后，然后搭车去的，这样，就是可是就是还蛮有趣的，其实，虽然我真的没办法，就是搭，我真的很讨厌搭那个游览车，因为我觉得游览车好累，就是身体会很累。24小时好累，好像蛮常去奋起湖啊，奋起湖我也没去过，你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啊，好好笑、哦，这明明住的那么近，然后都没有去过。嗨 ，Steven， 嗨，要比陈大还得体，奶奶的弟弟，的成员很棒，所以跟 Luca 讲还有平涵妮都是二推，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挺有，就是挺有自己的特色的，谢谢。对，那丽姬的话也很棒，我真的觉得丽姬好可爱，而且她跳舞又很强，就是我觉得丽姬还蛮有天分的，就是像丽姬跟平安就是蛮有天赋的那一种，就是他们的运动成绩好像比较好，也不能讲运动成绩，就是可能跳舞的那个天分比较好，像我可能就是真的必须要后天很努力的那种，我可能才有办法跳得跟他们一样好，但是好难哦，我就是一个有点肢体障碍的人，就是虽然说跳舞不是会到很差，可是才落快。就是有些动作刚开始练的时候还是会有点肢体障碍，可是他们就是一刚开始跳的时候就可以跳得很好，就是有时候还蛮羡慕的，可是就是没办法，那个是基因问题，我的跳舞基因比较没那么好这样。嗨人好，二小时这年长哪有，这是睡不着好不好，不年轻，25岁了。嗨阿德，笑死，熬夜过一点就会突然相信自己可以不用睡，我真的讲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是晚上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作息就有点坏掉，就是有点歪掉，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做报告嘛，然后就是会一直常常打到半夜啊，不是嘛，然后早上的时候在那边睡觉，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日夜颠倒的那种，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会精神很好，然后早上的时候就会想睡觉，
最近是因为大学的关系吧，就是会乱掉，可是我又改不回来。嗨，田中到底玩？嗨，东东，改成米妙信徒了吗？看你啊，可是你现在还打了膝盖帮国术啊，还是你另外一个账号啊？因为你不是有时候会开两个账号吗？这样说大家不要要喵喵的叫喵喵叫交流，太可怕喽！前一天就上车了，对，前一天就上车了，半夜三点的时候。谢谢暖风，才几个月忘旧，我金鱼脑没？谢谢无糖爱的抱抱，还有大声说爱你，改一下，喵喵叫，喵喵叫的信徒，阿里山超近，真的假？哦，我知道很近啊，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印象，我有去过阿里山，就是我爸说有，因为他说他以前有个朋友就是在阿里山，就是开那个，好像是开就是类似那个什么。民宿吧，对，然后所以他有去，就是去拜访过，可是完全没印象哎，因为我其实对小时候的那个记忆是没有印象的，我真的记不起来我以前到底去，我以前干嘛这样。谢谢嘿雅皮三蛋的心眼猫咪，这是到底什么东西？心眼猫咪是什么？嗨乌安，谢谢乌糖的美瞳，嗨平寒应该跳很久了吧？也没有，因为其实平寒刚开始跳的时候也没有到那么的厉害，但是可能他后来就是，而且因为平寒蛮就是很认真，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努力的人，就是他还蛮他嗯，为什么刮到那么多地方？我现在才发现，好可怕哦！我现在发现我手刮到，然后我竟然没发现，你看这一条，然后这一条，哎、欸，我到底是刮到什么？好可怕！这也是完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刮到的，好可怕、哦！我到底刮到什么嘛？怎么那么严重啊？嗯，半夜被猫抓嘛？被我自己抓到这样，自己抓自己，好可怕！我到底是刮到什么东西啊？耶、yeah ，太可怕了，诡异！嗨，小阿姨，嗨，龙骑士。大学是早上上课啊？对啊，可是早上上课就在睡觉，不好坏啊，早上在睡觉。夜深人静比较能够专心做事情。嗯，也是啦，而且晚上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太多啊，对不对？谢谢游戏乐的宝箱橄榄心，我改啦。是在平时那宝箱还超傻的猫咪，还有宝箱还有薰衣草，一人以为是一圈一圈喵喵叫，很可怕、欸，你知道觉得你就是有病，中毒太深，喵喵叫中毒太深。谢谢阿基亚的啾啾 ，kiss 啾啾吗？还是啾啾你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像哦。谢谢夜市冰泉的宝箱，还有我选择死亡。嗨毛粮，最早的记忆什么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别人跟我讲，我才有想起来。就是我可能自己记不起来，可是别人讲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会有印象。但是我没办法自己记起来，就很奇怪。我刚北部也没有去过101上面啊，也是啦。但是就是你会知道101有什么东西嘛，或者是有一点点印象什么的。但是阿里山我真的完全没印象哎、欸，怕。我觉得应该是可能练习还是什么时候弄到的吧，我不知道哎、欸。昨天有吗？我怎么记得昨天没有啊？就是可能应该是练习的时候弄到的吧。但是我也没有印象我刮到什么哎、欸，好奇怪哦、喔。就我有时候真的会莫名其妙撞到 OK 这样，那我还完全不知道怎么撞到之类的，就是这样。我养了我自己，我现在养不起我了，自己养不起自己呢。自己的猫爪，对啊，这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痕迹，然后就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出来的。嗨，立糖，最早的记忆是三四岁的时候踩草莓滑倒，好可怕！我觉得那个指甲断到真的超痛的，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用到肉里面那种超痛哎、欸，痛爆！睡觉的时候刮到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刮到的，很好笑。嗨 Ken， 谢谢阿法的幸运草，自己抓自己。嗨一盒，谢谢阿 Kia Kiss 啾啾，不，啾啾你哦。谢谢幸运巧，嗨 QCC， 嗨 One， 想太多又更睡不着。对啊，而且我很容易晚上想太多什么的，都练三岁、嗯，那你时间也不正常，我还说我有事吗？嗨香央，然后哆啦 A 梦跟一群人喵喵叫，好像有哎、欸，好像有哎、欸。嗨路过，那应该是聪明，聪明很喜欢晚上不睡，有吗？没有，我很笨，就是因为晚上都不睡，所以才变那么笨。嗨黑妹姐，谢谢黑妹姐。Sing a song， 嗨 KK， 像新海诚那个广告猫的集会那样。然后吃饭，我吃饱，我现在好饱，我现在吃不下东西。
放小燕子猫。哦，我其实只买了，我的话我自己买了那个，就是只买了 I Beg You 跟那个新的那一片，就是那个 How Do I You Good 的那一片，那两片的期间限定盘，就是封面不是他本人，是那个动画的封面，我只买了那两个，然后我其他没买，因为其实我没有那么早入坑，而且就是基于金钱考量，所以我没有收集他原本就是前面出的那些那个 CD， 虽然很想，可是就是对金钱考量，我现在只收集了那个，对，就这两个。而且 I Beg You 的话，我是收集那个只有 CD 的部分，没有 DVD。但是因为我这次的那个我不知道还是有啊，可是我记得是没有 DVD 的，因为里面就一片而已嘛。然后那个新的就是 How Do I You Cool How Do I You Cool 的那一片的话，期间限就是生产期间限定盘是有CD 加 DVD， 我是订那个的，就是一样是那个 Sakura 的那个封面照，这样。所以我是有订，我就有订过这两个，然后我其他都没有订过。嗨德提，嗨萌哥，豪哥，我现在怎么看萌啊？豪哥，嗨汉汉，谢谢无名的雕日烧，谢谢阿法的鲜花，谢谢新美吉的宝箱，还有 Sing Song， 谢谢汤光的 Love， 谢谢南富的 Love。常常半夜跟你，我也是哎、欸，我常常跟我朋友，然后聊半夜聊超久那种，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就是聊天，因为我们就是互相聊天讲，就是互相讲自己事情，然后我们就聊了三四个小时，超可怕。但不是讲电话，是用 Line， 这样太浪费钱了，讲三四个电话费应该爆掉吧。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三四个小时，超久哎、欸，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跟人家聊天聊那么久。对，就除了跟大家以外，就是我很久没有跟别人聊天聊这么久过。而且好像聊，就是聊到歪楼去，就是、聊到别的地方去这样。谢谢暖风的 love 跟玫瑰。小时候第一次公园玩溜滑梯，嘿，好酷哦，那是蛮久的感觉。Hi Ben， 谢谢暖风的靠你哦，谢谢迷你的小公举。反正也没事做，但是睡不着，谁跟我聊天我就跟谁聊啊。对，也是啦，但是就是有要看别人有没有空，因为我朋友有时候也是。很喜欢半夜不睡觉那种，超莫名其妙。然后你们，就你大家都现在都半夜不睡觉，现在年轻人很厉害，都半夜不睡觉。谢谢无糖，你要有发现他的 YouTube？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啊，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而且因为唱法是一模一样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发现了，真的很想，就是我第一次听完的时候，他就接那句话的时候，我直接哭了，我真的直接崩溃耶，太可怕了，真的觉得。那个作就是作词家，就是那个他们都称为他那个，像我现在有点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女生，现在的作曲家是女生，所以就是很厉害，他作词真的很强，然后作曲也好强哦，就是那个节奏感跟那个整体的音，就是歌曲的那个表现力实在是太强了，就是我真的听到这句话，只是我就是直接爆哭哎、欸，超可怕，就是应该说听前面的时候就很想哭，然后可是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就。这真的是情绪，就是控制不了那个情绪。谢谢回来了，超可怕！我真的觉得他们太有才了，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他真的接第一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崩溃，太会聊，不知道很会聊哎、欸，超可怕。睡满七个小时，记性才会更好，好像也没有哎、欸，我记忆太差了。嗨，小迪。都是打字有一句没一句的哦， oh, 我是喜欢用讲话，因为我懒得打字嘛。有时候聊天就喜欢直接用讲的比较快。看南野秀一咖啡厅是很好的选择，咖啡厅。想到我老妈也很会聊，女生就很会聊天啊，随便聊。嗨鸡尾包，嗨豆芽。晚上都上班睡，上班应该睡不了吧？嗨鱼轩，嗨企鹅，嗨 Eric， 嗨米优。对对啊，对对，维普有机，他那时候维普大妈，超可笑的，粉丝都称为维普大妈，超好笑，长得是怎样？这也太可爱了吧，这称呼好可爱哦，真的很厉害哦，我真的觉得他作词实在是太强了，就是他整个音乐的那个制造的氛围实在是太厉害了。嗨，天天嗨 Jack。谢谢阿元的甜袋心饼干，谢谢无名的金鱼。你会觉得歌词跟剧有关，是一定是有关联的啊，是有关联的。他因为他其实那首歌也是讲述的小英自己的心境，这才厉害。因为就是他，因为
毕竟歌曲一定要跟电影的那个情节或者是人物角色是要有关联的，不然你随便写一个歌词很奇怪啊，它一定是要跟电影的剧情或者是个性那个什么角色的特性有关系的嘛，不然会很奇怪吧。就是写歌词是一定要就是必须要照电影的情节啊，电影整体的那个情节或者是人物设定下去那个，对，就是他讲的，他其实这三首歌讲述的是小英每一个阶段的那个整个的心境，对，他最后一首歌一定也是讲小英的心境嘛，一看就知道了，那个歌词太明显了，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痛，他真的很可怜，然后。其实我有点害怕，原因是因为他那个电影已经延期了，应该大家知道吧？日本的延期到4月25号了，延超久的，超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更晚，台湾应该会延到，应该会到6、7月才会有了，就是一定要等到暑假，我觉得应该会直接变暑假番了，因为6、7月说实在，他就直接放，就是等那个、啊，就是直接等大家都放假的时间会比较好。不是啊，我觉得我本来已经不是春天翻了，你知道吗？他明明就是一个春翻，然后搞到最后变夏翻，让我就有点困扰。然后我又一直等，其实我真的是等了，我好心累，我已经很心累，结果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又延期，我恨死那个疫情，我恨死肺炎了，可恶，生气，他最好给我消失。对，我就有点生气，其实就可是也没办法，但是就觉得很烦。我好希望可以赶快看到，你知道我真的是，我真的有时候我的那个，我有时候我的就是心情很差的时候，我都是靠我的精神粮食在硬撑的，你知道吗？就他现在又给我延期，我真的觉得好心累哦。虽然说听得到新歌，可是就是还是很心累啊，太久了，要等到6、7月我会疯掉哎、欸，真的。你要去买东西好哦。嗨，过天晴，嗨，科学男子 ，MV 的气氛对，所以我觉得还蛮。真的是很好听，真的很厉害，那个写词真的很强。我真的觉得作曲家最强的地方就是他有办法把那个人物的性格跟剧情联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厉害。春天的歌要夏天唱，没关系，我已经会唱了，我现在就可以唱他的歌了，没问题。电影都要延期了，呵呵，没办法。至少有一个是应该是不会演的了吧？再演下去我要疯掉，再演我要掐死他，不是？那个《新星福音战士》他在演下去，我觉得我真的想，你可以写信去投诉了，不是、啊？应该有人在气翻吧？一堆演唱会，对啊，没办法，太多东西都演了。对，那两张很好认，因为那两张都是动画封面，对，很好认。没有 TV 的活动，简直根据他对，真的哎，好烦哦，真的很心累，很亏，应该是还好，但重点是目前也不知道台湾代理商是谁。我觉得是因为还没代理啦，因为他现在也还没代理啊，所以其实没差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反正一定也是要等到日本上映完之后才会开始弄嘛，所以没差啦。啊，可是就很生气，好烦哦，都那个臭肺炎。还有文森和集团没有啦，他应该是没有要演啦，没有，我是只说怕他在演啦，因为他原本就演过了嘛，他原本是2018年的时候上的嘛，然后又演到了现在，对，2020年的，你不要再演了，超神奇，开始骂制作人那样，好好笑，大家应该都想赶快，因为他应该想呛他，你在演，再演下去又不看的这样。但今天的新连载哦，对啊，因为听说鬼灭要完结了，对吧？鬼灭好像要完结了，太快了吧！鬼灭要完结了、欸，好可怕哦、喔！嗨，正气，国考，嗨，毛良，再演下去就要疯了，好哦，国考，我们要差不多进入我们最后阶段了，来吧！啊，才按到那个完结，等一下哦、喔，就是这里。应该大家看得到吧？江江就只剩下这一块，对，应该是不用，对，因为我是买动画封面的，我不是买他本人的封面的。都打无惨了，又不是奈落一直跑，但他也很喜欢一直跑。刚开始的时候，easy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超难认，因为它全部的颜色都一样，就全部都绿绿的，你知道，连那个云雀看到的时候也跟我说。
他觉得对啊，啊你为什么要你要去哪？我帮兄妹买个东西。我以为你要翘家呢。所以你又要翘家。对啊，完成很多，对吧？只要这一块、欸，就是我昨天半夜的时候，就是太无聊，然后在那拼啊。就昨天半夜，前天半夜，对，前天半夜，厉害了吧？没有啊，没有哀嚎，就是很默默在拼我的拼图。大家都在睡觉。你要买什么啊？想一下、哦，我要买什么？其实好像没有哎、欸。谢谢。好哦。山中间的小湖，小湖、欸、真的很像哎、欸，一块湖，很白的湖。直播灵气可以的啦，又翘家没有啦，还要买东西。明姐陪你到三点，但没有，还要上课哎、欸，笑死，被爆料了。好了，是吧？看半夜很适合拼图，因为半夜是很适合沉思的时候。好，我们接下来拼这个最难的部分，因为它每一块要长得一样。没有，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是这个吧，应该是这个吧，然后这边一直卡进去，你知道吗？硬要把它拼进去，超白痴的。谢谢谢谢无名的告白气球。好，我们现在来继续他那个我们的拼图作业。应该比较淡的色还是这里的啦，可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突然的颜色突然变深很多、欸，哎，就觉得好笑。小心拍碎了，是不会拍碎啦。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微妙啊，就得一个一个试啊。我现在怎么在试拼图，你知道吗？这边就是一个试拼图的状态。我现在就是，总之呢，就是全部把它拼看看就对了。太难了，它长得都差不多，看起来是差不多啊。Oh my gosh， 怎么都一样啦？我觉得应该是很浅的那一种，可是又不是，就觉得好奇怪哦。因为它突然变深很多，我刚才想说，我昨天拼完之后想说，我有少一块嘛，我有少那个就是片数嘛，因为它突然变很深欸，就很奇怪，就是它突然加深很多，就觉得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真的深太多了，颜色突然加深太多了，觉得不像，就不像，就很不像啊，就觉得很奇怪，它不应该要。这是由浅加深吗？然后我觉得它是突然变深的那一种。对，拼图就是要有耐心，一个一个塞就对了，我就是一个一个塞啊。谢谢 IKI 小公举。对，半夜这边真的是亮着，然后其他人在睡觉，然后这边还亮着。现在就是一个一个试的状态，我觉得地方比较深，可是就是它的那个突然深太多了，所以才觉得很奇怪。我也在怀疑我是不是有少，你知道吗？好可怕哦！还有水锤，还有卡木音，还有铜牌名利，我真的很觉得很怕，我是不是有少欸？因为它真的加深的太突然了，我想说怎么可能会突然深这么多，太奇怪了吧？这外面一个很浅的呀，拼人修身养性，真的，它可以考验你的耐心。它、啊、真的好怪哦，真的觉得真的没有少吗的那种感觉，好害怕哦，少的话很麻烦呢，希望不会少。突然拼对了一个，突然拼对了一个，好好笑，突然一个放上去，然后很准呢，它就突然掉进去。哎呦哎呦，直播有一种魔力，直播真的有一种魔力耶，好好笑哦。硬的时候墨水加太多。嗨，谢谢谢谢看不一点小公举，谢谢 IKEA 加入鼓励，少来得及去换吗？没办法换，他只能就是那个写那个你缺哪片什么，然后他会再寄过来之类的。200片我都拼不完了，可以啦。可以的，开播吸欧气吗？嗨，呆呆，真的很奇怪，蛮就不知道怎么开个直播好顺。谢谢幻影战士的打赏鼓励，哎呦哎呦，哎，你看它突然深很多啊，所以你要很仔细去看那个颜色哎。所以我现在是看哪个比较浅，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它看的太一样，我觉得每个看起来都一样深，太难了呗，就看起来都差不多深啊，它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这看起来比较有一个浅的地方，这个还比较明显，但是其他的好不明显哦，就是浅的好少哦。哦，这个应该是这种的吧？嗯，好，不是，但是应该是这种的。谢谢无名的羊羹，拿错了。还蛮多的，奉献欧气给教主，笑死！缺了1000片，什么1000片太多了吧？是这样，人家无言，人家傻眼。谢花，你那是掌声鼓励，他叫你直接退给他，寄个新的给你这样。用画的太好笑，用画的，用画的也蛮厉害的。怎么用画的？太可爱了吧！好难哦，这不是很浅的吗？这看起来蛮浅的、啊。哦，真的呢，真的呢，边边很浅的比较明显，可是没有很浅的，是真的拼不出来。好饿，不是。很莫名其妙，都很莫名其妙的拼进去。夕阳背影出5000，太多了吧？才不要！谢谢小说的玫瑰，嗨 Solar， 嗨心脏火狐。薛天片是空盒子回家，空盒子。对啊，好好笑、喔。怎么乐团某天会出拼图？哦，你是 puzzles 吗？我也不知道哎、欸。那要看公司的想法了。哦，太酸了，伸长一下。继续，应该可以吧？看起来是小的。现在是一个乱拼的节奏，乱拼中。很深欸，然后上面很浅欸，就应该是这种的。上面好浅哦，就有时候你很突然很深，又突然很浅，觉得好难认哦。哦呦，哦呦，讲讲比较好吗？嗯，还没有好全啊，但是就是也没有到那么的严重。吗？什么对阵？什么腿？哈佛的来看拼图了。嗨，加工。嗨，俊。嗨，小易。腿？干嘛、啊？我只是伸个腿好吗？干嘛那么惊讶？5%吗？我也没中啊，而且我还超烂的、欸。这是除了一个四星，然后其他都是三星的，有点扯。逛街不算对阵啊，逛街。跑操场吗？我是可以跑步啊，我还可以跳舞，你知道吗？都可以跳舞了，但是没什么问题的啦。这只是有点不好，因为毕竟他没有办法休息，但是也没办法。哎呦，其实还是有差欸，可是要看得很细欸，要看得很细才有办法看出到底哪一边是哪一片的。嗨喽，一起开花花。嗨，小杰，爱强生，爱诗雅，哦，好，嗨 ，QQ 男子，我不是诗雅，谢谢。不过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不要勉强跳啦，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实在是，对，就是没办法，就是怎样都得跳，这是人生。你们说的好像很困难。
举办拼图大赛，没有啦，我觉得我应该是拼最慢那一个。我想很久耶、欸、就我是一个突然的，你突然拼出来的那种。嗯，应该还好啦，我也不知道耶、欸，嗨黄鱼，嗨俊莹，嗨 Berry。 对啊，片数可能是那种100片的那种，超难拼，100片全白的那种，超笑。哎，真的是太难了。这个蛮绿的，感觉是这边的。哦，被我猜中了。这个有绿绿的部分呢，想一下，思考，嗯。真的要看一下才有办法发现它在哪里。你晚睡都没有熊猫？有啊，这只是因为这美肌太强了，你没看到而已。我黑眼圈超重的，我这几天黑眼圈很重。嗨小燕，拼让人崩溃的小拼图，对啊，小拼图太难了。现在是按那样定的哦，我还是会去买啊，因为毕竟回家会经过的时候就顺便买一下，不然一直叫外卖也蛮贵的。嗯，妈妈陪我玩。头痛你自己玩。头痛应该要吃药，但就不伤身体。普拿疼有效止痛，好深哦。24小时经由尿液排出体外，不残留。止痛好有效，身体负担少。普拿疼。嗯，谢谢小说的甜蛋心饼干，谢谢 Q 男子枫叶，嗨思思帮彩佛续王子心腹，嗨北元，刚好广告想吃就点，谢谢游戏娱乐小公举，嗨新风，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就是现在还好，因为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叫 Uber 什么的。太难了呗，怎么就颜色看起来差不多、啊？嗯，感觉蛮大的呀。玩你的勺子，好哦。嗨 ，Lucky Boy， 上次的 in game 是什么？上次玩的 in game， 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着的？应该蛮久的了吧？因为我最近没有玩，最近没有在直播的时候玩，所以我不太确定你说的是哪一个。太长。嗨，德提，很久很久，那次是哪一次？你可不可以说一下具体的东西之类的？看到什么？嗨，阿基拉，你爱娜娜吗？不知道，因为我最近玩好多 in game 哦。秀给我们那一次，哦，那应该是爱娜娜了吧？嗯，我们现在学员会想玩吗？你是说手游吗？还好哎，因为我就是一个有兴趣我才会玩的那种。
然后没兴趣我就不太会想动的那种。嗯，可恶，这样蛮绿的耶。对，嗯，哦，很可爱那一次，我每天都很可爱啊，自己说。我一直都很可爱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艾娜娜的吧。乱拼中，超智障。耶，很可爱，分不出哪一次，是艾娜娜吧？好像找到了。嗨，邦伟，其实我今天也在玩艾娜娜，因为我在凑那个星星数，我在凑我的钻，因为我要抽我喜欢的角色。哦噜，快要拼完了，耶！有很绿的吗？怎么看不出来这个吗？拼不上去。嗯嗯。嗯，诶，可以啊。刚刚怎么拼不上去？嗨 ，FAN， 没人可爱。不用跟着附和我嘞。小朋友拿崔的卡片，还有新同学哦，崔的卡片，他是那个吗？就是那个 collab 那个合作的那种。嗨，阿元，嗨，猪喵喵，吃完饭很崩溃，最近也都凑不到我要的。嗨，小念。听说 BGD 马西罗 BGD 有什么玩啊？邦多利吗？是邦多利吗？邦多哎多，好、哦，忘记他全名了。Bendream 吗？是 Bendream 吧 ？BGD 的话应该是 Bendream， 但我还是抽不到我要的。嗨，林奕群，嗨，君佑，邦邦，唉，我也是抽不到我要的。邦邦让我好难过。可以的，快拼完了。嗯，很合，但是看起来不是啊，它有点凸凸的，为什么啊？啊，不是，它没有很合。现在看那个图案，图案。哇哦！看来我还是有天赋的。嗨，老沙，嗨，勋，嗨 ，Jack， 好像初音的衣服哦，难怪。嗨，烟，我也喜欢合作的那种。嗨，天天，嗨，金鸡大叔，嗨，开闸，嗨 ，Lady， 有没有来？嗨，咸鱼，嗨 ，Larry， 嗨，谢老沙的 Love， 没事。嗯，不是。那其实也还好，那边不太影响。嗯，也不是这个，有点小吧。耶、yeah ！谢谢，嗨，欢迎，但是嗨，那你说一，我的网络应该没断掉吧？天赋什么？天赋点了很多，点在屏幕上，对，点在屏幕上。嗨，馅饼超好吃，下回来吗？没有哎、欸，他好像是去帮熊妹买东西了。嗨 ，William， 嗨，天赋点了在可爱上。没有，可爱是天生的，自己说。嗯，感觉是这种的啊，やっぱ，やっぱね，我在说やっぱ天才だ，这是一个自卖自夸，やっぱ我在说天才です，这好小、啊。哦哦
是不是今年都点在可爱下？前卫不一起去吗？我不知道哎、欸。怎么没断？嗨，志伟，天生可爱可以。嗨，对啊，我很怕他突然断掉，他很奇怪。嗨，小爹啦。欢迎可爱スキ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家网络断掉，你家网络断掉。快乐，快要了，快要了，快要了。嗯，那这是哪里啊？怎么被我弄起来？还是我只是不小心弄到它。嗯，也不是这个、啊，好像也不是这个、欸，这个好歪哦，什么鬼？绝对不是。最微妙应该是这个吧？哦，呀吧呢？嗨，无名，三十车放弃玩十玩十。轻松玩杀时间，对啊，我说真的就很啊，算了，玩玩就好这样。对，我的天，还快好了，最快填完了，每一台都卡，是哦。哈咪手手倒数了，对啊，今天应该是小迪的吧，好像。谢谢无名的金鱼，来喽，对啊，快好了。谢谢老沙的直网，还有视频喜欢谢普那个的玫瑰，嗨心宁，嗨宁，快乐，对啊，快好了，耶！大家可以见证最后时刻，真的每个试一下，对啊，因为有些真的看不太出来是哪里的。今天拼得完，因为只差一点点而已啊，没问题的啦。好小哦哦，忘れることも気づかないふりもできないから臆病になる。それでも人はきっと旅と続ける。为什么听不上去？好奇怪。照理讲应该是这几个其中一个啊，不怪了。
两个了，哇哦，怎么应该是隔壁的 ？Hi Violet， 嗨熊猫，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没少没少，刚刚好，哇哦，最后了，嗨凯沃，嗨 QCC。Final two， 谢谢深深的羊羹，嗨流星，对，结果还是塞错片。啊哒！啊，完成了，呜呼，耶，哇！天哪，终于把它拼完1000片，不到一个月把它拼完了，其实还蛮快的，不到一个礼拜，因为我有时候没动它，我有时候就是放着不想拼。耶，谢谢大家见证了自己的时刻，把它拼完了，真的太开心了，谢谢阿希亚的笑柄。哇哟哟哇哇哇，现在我的灯要掉下去了，耶，见证了奇迹的时刻，谢谢阿布萨的掌声鼓励，谢谢丫头的看好你哦，谢谢吉祥的爱你哦。哎，抢！哎，结果哎，我有抢到哎！谢谢 Ken， 谢谢 Ken 的红包，谢谢，谢谢凯撒啾啾你哦，耶，超厉害！没有，大家也很厉害，陪我拼完这个东西，实在太厉害了，哈哈，这么累，超累嘞！就大家也可以陪我拼完，真的太厉害。灯有点不知道为啥非常的不听话，嘿，好，你们是传奇，什么我是传奇，太奇怪了。谢谢欢迎但是10000个赞，谢谢凯撒救救你哦，谢谢红包，谢谢暖风的看到你哦，谢谢阿基拉掌声鼓励，谢谢太空掌声鼓励，谢谢阿伦掌声鼓励，谢谢阿多的乐，谢谢小绿的掌声鼓励，谢谢深深的乐，谢谢阿远的宝箱，还有薰衣草，谢谢士兵犬的直网，谢谢 KOCC 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嗨，谢谢暖风的掌声鼓励，谢谢夜市兵犬的苹果糖，谢谢阿多的乐，谢谢夜市兵犬的苹果糖，烟砸下去就悲剧了，灯哦灯嘛不会啦，谢谢嗨阿修罗。表框裱起来，它要先粘起来才能裱啊！它不能直接这样放进去。嗨，志伟，谢谢德全的掌声鼓励，谢谢嗨强生嗨德提，谢谢 blue 流带我喝茶，谢谢德全的掌声鼓励，嗨 KUCC 上交了，不要不想现在上交，因为我觉得很麻烦，现在上交花很多时间，来不及，一下哦。哦，好热，耶，完美的拼图，真的好漂亮哦。然后等下拿起来，然后都悲剧了，这样，然后捧起来就悲剧了。哇，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擦过，因为它一定会有灰尘，放了很久。哇，好棒哦，超美的。接下来就可以挑战另外一个1000片的，笑死！谢谢阿元的 love， 谢谢阿头的掌声鼓励跟 love。原来要上胶，要上胶，不然它会闪掉。因为就有什么开，笑死，开不爱拍，开不爱弄一次，才不要，太麻烦了。哦，手机要没电了，46%。喷掉再拼一次，大概1000，不知道到底要拼什么哎、欸，因为我还有黑执事还没拼，可是拼完我不知道放哪，因为它太大片，所以我应该还是会拼小的吧，因为大的实在是没地方可以放，而且除非它有框，不然我也没办法把它拼起来。欸、大型的拼图一定要有框才行。哇，好棒哦！你们要看成品吗？哎、欸。一样的尺寸，对啊，好像是一样的尺寸。等一下哦，大家看成品长这样，
看得到啊。又来，我的灯真的好烦哦，不能好好的架着吗？好了，是在 hello， 什么什么腿？问号，大家不要乱看好吗？这不是重点。噔噔，对，后面有点乱，大家不用在意。超漂亮的，对啊，觉得很美。大家不要乱看啊。嘿，好了。就是这样，等一下哦，我把它挂回去。这是没手。嘿，嘿 ，OK。那个挂上也是超美，对啊，觉得好棒哦。我最近把它拼完，好感动。虽然有一半不是我拼的，虽然有一半是我和云爵一起拼的，但应该花更久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最难拼的真的是那个光晕跟绿绿的地方，绿绿的地方真的拼好久。光晕其实也蛮拼蛮久，因为太像了，它那个颜色色块好像，所以其实也拼了好久。这真的好美哦，嘿嘿嘿嘿嘿。这张挂起来嘛，应该挂起来吧？对啊。OK。震撼感。拼完就会觉得好开心，笑死！有人重点就在我的腿上，嗯，汤油，嗨，绿绿的地方。甚至说我曾经拼过一千片的拼图，好像没有很厉害、欸。我刚说我拼过一万片，他才会吓死。一千片其实也没有到很厉害，很就是对啊，因为其实他也没有到很可怕，就只要花很多时间。谢谢阿多的 love， 嗨凯。没有办法调成更大，因为实在是没地方可以放。怎么天气之腿乱社会？哎，搞什么 ？To be continued。你呢？什么鬼？谢谢，我家我的腿很美。来看一下。嗯，等一下哦。其实我想抽我的游戏的卡。可是我很害怕，因为我很怕我抽不到好东西。其实我已经抽好了钻，可是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什么时候抽。我原本想要是半夜的时候抽，半夜抽其实还蛮有用的。可是 我有时候就是这、就是一个运气问题啊。Eva 嘛，其实我想拼 Eva，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买，因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图。玩害羞者没有好吗？就大家以为都，大家也都蛮会拼的、啊，只是他们没有什么在玩而已。就也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厉害。而且这种拼图版就有时候是靠运气跟就是你看不看，你就要自己去找那个色块问题而已。所以其实也还好吧。谢谢深深的 love， 嗨阿文。睡不着就来抽吗？对啊，现在是睡不着，然后就来抽。喜欢的图是什么？我不知道，不好说，就是要看当时的状况。我怎么知道啊？我要怎么解释那个图是什么？就是刚好不是我喜欢的图就对了。我有想要买鬼灭的、啊，之前动漫展的时候我有想买，可是就不是我要的图啊，不是我比较喜欢的那张图，我就不想买，因为它的那张图是很普通的，就是很普通的那个动画的封面的图，就我都不是很喜欢。就没有想要买，就我都是那种我有喜欢的我才会就是特别想买这样，所以就很也没有到怎么讲，就是说这有时候是要看那个图合不合我的心意，所以就很难说。谢谢太空的鲜花，嗨亚比神探，嗨大斧哥，又加购了，笑死，三月神血，对啊，我的腿很厉害，谢谢。我就看我的腿，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腿。拼一拼会断线，拼一拼会断线是怎样？啊，天天还没想到，还想好弄成 IG 给其他人挑战，这样这感觉我懂。
4000片的拼没都崩溃。谁是艾伦？艾伦他拼4000片的，艾伦是什么？泰宇冰拼龙猫1000片，我也没有喜欢龙猫。其实我想要买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没找过，没特别找过，所以我也没有那个没有打算要买。Hi Jack，鬼灭出什么浮世绘的图会买，就是要看状况啊，看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式。除了腿还有很多，没有就腿。好好笑哦，艾伦脱口秀哦，原来是那个艾伦，我觉得很可爱哦，我蛮喜欢看他，就是那个，就是我蛮喜欢看他的节目的。Fate 就是也是不是我要的啊，因为他的那个我上次也是要买 Fate， 结果发现没有我要的那个图了，超难过哎，每次都是刚好没有我要的图，就只好就不想买啊。讲腿是本体一样，对，腿是本体，谢谢。大家不要看我的脸，笑死。要来抽吗？你们觉得呢？不是，我不是要领的，反正就不好，反正就不好讲，反正就是没有我要就对了。我也不太记得到底什么图片，反正就是刚好不是我要的。太久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喵比例好，所以全身都好看，谢谢。其实真的蛮多那个什么造型师说，是我的比例算蛮好的，虽然说没有很高，但是比例是 OK 的。谢谢雨冰的 Love You。没有要干的干嘛抽？没有要的干嘛抽？有啊，就是有啊，可是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抽啊，因为几率很低，因为它是所有的卡池全，它是所有的卡全部放在同一个卡池里，不是只有活动卡池，你知道吗？超烂。它现在烂的点就是因为它的旧卡太多了，然后可是它还是把就是活动卡跟一般的卡全部放在一起，你知道吗？所以几率很小啊，因为这样就会变成旧卡也很容易抽到旧的，反正就是很容易抽到旧的。新的，因为新的就有4张嘛，那怎么可能抽得到？就是顶多就加倍一点点啊。对啊，就全卡池就很讨厌。它不是只有活动的时候，就是它不是只有活，就怎么样？因为也不可能只有活动卡池啊，因为毕竟只有4张嘛。可是重点就是它几率太低了啊，因为它的那个什么加倍的卡池也没有到很高。我看它的趴数是多少？它原本的趴数就一张，就 SSR 的卡趴数是一张就0.05哎，0.05哎，你知道吗？连0.1都不到，超级无敌低耶、欸！这几率根本就抽不到卡，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麻烦。看一下哦，看一下加倍的卡池到底是多少。Big Pickup 的，他怎么没写啊？还没有写，谁知道他到底是几趴、啊？反正他是故意，我觉得他是故意不写那个趴数，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是很低，就是没差，我觉得跟那个时间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运气问题。嗨 ，Mollys， 就是现在都不开活动卡池，他不开只有活动的卡池，就是他里面就除了活动卡池还有别的卡，你懂吗？就是他不是只有那个活动的卡而已，就是还是有别的卡，所以很麻烦。可是我觉得他就算加倍的卡，就是的那个加倍的那个趴数也很低啊，所以我觉得很讨厌。你也有趴要抽，对不对？这可以说很难抽啊，所以我就很害怕，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抽。嗨，霍尔的烟草买1000片，真的吗？哇哦！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要图，因为我没有看过。然后我现在要抽这个活动的卡池，可是我要抽的角色是这一只，这只是米娜咪，它是我喜欢的角色。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办？好烦哦！就我抽了快100颗，可是我要抽的是它。它第一次抽的时候是50颗，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每次都抽不到活动卡，就是很靠运气。每次好像会中的想法实施你都会觉得，对啊，就是错觉。先抽一次，我也没有办法再抽第二次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抽了，我的钻没有办法抽那么多次。其实我要一直在等那个这个，它是个人的，我就在等个人的，因为米拉米是明天是他个人的，可是个人的要花100钻，可是我觉得几率还是一样低，而且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写他的几率是多少，你知道吗？就很生气。来看一下哦，
0.7%， 多了0.02%是怎样？欸，太低了吧？看他活动的卡到底是多少 ？Doctor in Pink， 看一下 ，Doctor in Pink， 嗯，这怎么可能抽得到？哪里呀，啊？根本没看到啊，是在哪里呀，啊？傻眼，这吗？哪里啊？这样，来来来，哦，这是衣装的，这是有衣装的，嗯，这次的应该没有衣装吧？好难看哦，到底在哪里啊？他到底有没有写啊？他根本没有写啊，傻眼。不是他那个，因为他这是新团，然后他新团的那个好像没有写进去，因为我里面找到半个新团的人的名字，觉得很扯。哎，欸，可不可以用心一点啊？连新的团的名字都没写进去，觉得扯。是在 Hello， 真的没有写，好可怜哦。新团的人都比较可怜吗？会越心酸，对，讨厌。个人卡车比较开心，我不知道，欸，是没有什么7%，7%也太多了吧？是0.07%好吗？很可怜。他反正他的那个全就是 SSR 的卡池，就是 SSR 全部的 SSR 加起来是5%，可是他单一个人是0.05%，很少好吗？因为他的卡太多了啦，他的卡这越出越多啊，然后旧的卡就会越来越多。唉，好烦哦，怎么办？好担心哦。对对，我也觉得我要请别人帮我抽欸。云爵，你要不要帮我抽卡？反正我自己抽也，反正我自己抽也抽不到嘛，那就别人抽吧。在干嘛？我现在来找云爵帮我抽，没有抽算，因为 我自己抽也不行，帮我按这个。是一个艺人，真的吗？没关系，我已经放弃了。等一下，等那个画面，要开声音。太久了，太久了。有，等一下，有，自律的，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因为害怕。可是我觉得可以，因为至少是角色卡。Yeah. 有，你看吧，别人抽的有赞，谢谢云爵。虽然不是我要的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至少有就不错了，他其实算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这个团里面的话，是这一支。是另外一只，可是我觉得有的不错，他卡面真的超美的，长这样超帅。对，我自己抽可能就没有，耶、yeah, ，不错，而且他是有衣服的，他可以换衣服的，是医生的衣服。他这次的那个是主题是医生嘛，我也不确定，反正应该是医生。Doctor。对，所以还不错，真的很好，因为我已经好久可爱的男生啊，不是啊，听起来很奇怪。谢谢无名掌声鼓励。真是太厉害了，欧洲。哦，没关系，至少有，真的是现在，就是有，只要有活动卡，我都已经满足了。反正是谁这样，真是要疯了，因为我自己抽不到。谢谢太阳党鼓励，研究欧气，我把欧气用完了，开心。好好笑，不会啊，因为这个月已经要过了嘛，反正三月都要过了，还好啦。然后等一下哦，红色卡。红色卡特多欸，真的是。好，我现在先升一下它，升级，嘟嘟，再升一下好了，升有点少。啊，好难哦，天啊，需要很多升级的道具，应该爆掉吧？欸，不会欸，还有会爆掉。对啊，真的，而且你知道，只花了50个钻就抽到那个，活动卡，其实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之前真的这样怎么抽不到，我花了100钻，然后还是抽不到。只是现在的活动，然后第一个活动的那个 stage one 就是我喜欢的，哇，超可爱的，就是我喜欢的咪咪咪，爆亮，完美手，有事。完美守不了，算了。对，一次就中，对啊，真的就很开心。现在要打游戏的节奏，
现在打游戏的节奏吗？硬要打，那就来一场吧，都开了，超坏、欸，然后都开了就来打一场好了。然后我要把人换掉，换成活动的卡。活动卡在哪里啊？快笑死！可是只有一张的话，就是会，因为它有那个，就是活动卡的话，就是会有怎么讲？它会有那个加成，就是那个什么，活动的道具加成，就是那个，因为这次要凑的是活动的那个道具。对，他傻眼中。噔噔，然后来看我神技术啊，不是啊。然后就断掉了之类的。噔噔，这首好像没有很难诶，印象中。这是他们还蛮前期的歌。我好久没有打这首了。哦，红色的好多，好烦哦！最不喜欢红色的。断掉了，是我刚明就按到啊！啊，算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还好，因为它这个不算分数的，因为它这个只是那个怎么讲，只要条件有过就好了，所以断掉也没差。哦，真的很讨厌红色，因为有时候会忘记滑。我觉得没有很顺欸，因为它好像有点怪怪，它好像有点卡卡的。对，它原本的那个应该没那么卡，然后刚刚有点卡。单纯的农活动，对啊，我觉得很麻烦，其实因为我还蛮懒的，我现在是一个佛系玩法。我以前就是会干，就是直接干到就是干到有我要的东西为止。然后这次就是最近就是一个很懒的打的状态，就觉得啊。就这样发我觉得玩排行的真的比较麻烦，然后这种的话就是看那个游戏的关卡，他点进去有游戏的那个关卡，就比如说他就是那一首歌的 easy 以上就可以了之类的，但是还蛮简单的，但是是就我不知道欸，可能就是换东西而已吧，因为他会有那个，因为我们有小房间嘛，就是可以布置的那个房间的那个小东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非常的复杂，然后里面有一堆角色。哎、欸，这么说我可以把它放进去了、欸，我要把它换衣服。精彩，对，就是那个小人物很可爱，然后它有衣装的卡池，就是它有衣装的卡，就有些卡是有附衣服的，然后有些是没有的，就是像这次活动的卡都是有附衣服的，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我现在来换他的衣服，现在来换他的衣服，太白痴，换人家衣服，有活动卡不干很可惜，对啊。有更快的歌吗？这首已经算快了，但是应该还有更快的。给大家看看，就是刚刚的那个角色，然后他后面有他的衣服，就在这里。因为他是新角色，所以他新角色的那个人物的衣服还蛮小的。就这个，点他，然后他就换衣服了。我们就按更换，噔噔，超可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可以回去。他就会换好衣服了，就是艾娜娜，对，就讲这样。
啊，我的人物换好衣服了，好可爱哦，医生，他是医生，大概是这样。然后他有些，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有些像活动，大部分都会有那个房间的布，就是房间的装饰，就是全部几乎都是活动打出来的装饰品。就这个啊，就像这个好像是情人节的巧克力，这是情人节的，反正就是我一堆活动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可以布置的东西，然后就是会可以自己布置这样。我这次应该会想拿，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就粉粉的那种医院的感觉，我觉得挺可爱的。然后就是在这边就可以换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在下面这样，就觉得还蛮可爱的。但是上次的我好像没有换到，因为我很懒，我很懒的。懒得打那个活动，所以我没有凑到。就是我那个因为如果要换的话需要道具，就是那个什么，哦，原来我有换到这个啊，没错，可以的，就是那个就是用那些打歌的道具来换的，但是我好像都很懒得凑，反正我就是没有凑到，这我觉得还蛮浪费的。就是直接去换素材什么的。太火大，强迫换衣服游戏什么、啊？才没有，还好又要拼干了。对啊，所以其实是啊，云爵传一个讯息给我，他传讯息给我干嘛？真的，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也玩那个，应该大家都会玩，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Love Live 那个音乐游戏吧 ？Love Live 的那个音乐游戏，然后我也是，就是以前那个什么，他刚出来的时候那一阵子，我就是玩的超级疯的，就是我也是半夜那边干游戏的那种人。他上课不好像在那边干游戏，就是一直在那边拼那个游戏的排行，可是我好像没有，从来都没有拼到很前面过，就是有点可惜。而且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人比较没有那么多嘛，然后就是比较好拼那个游戏的就是排行，然后可是后期的时候就根本就拼不起啊，因为真的就没办法，如果你没氪金的话根本就拼不了排名，我就觉得算了就不想拼，就后面都佛系玩这样。嗨伊梅迪，嗨英，你那时候会想干？对啊，现在真的是干不了欸，真的不行，音乐干起来有够累，真的超麻烦的，所以后来我也是就是不怎么想玩。等一下哦，我想要充电，嘿！哎呦，手机坏掉忘了传承。哦，我也是，就是，可是我其实传承了之后，我也是没有什么，我后面其实也没什么再玩，就是觉得，就想想就算了，就后来就也不太想玩这样。所以就是后来想说啊，算了，没有影技刀就算了这样。因为那个影技真的蛮麻烦的，一下有点卡卡的那个有点荡。好，对，但是我最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干游戏，但是我有在玩那个，最近又跑去玩那个 Fate 的活动，因为 Fate 的活动就是现在是复刻的，然后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就是完全没有开Fate 的游戏，所以他有一些活动完全没有跟到，然后我说刚好就是一个，就是刚好最近出的那个复刻游戏，是我之前没有活动，是我之前没有打到的活动。他说那就干脆打一打好了，这样。刚有点对，刚刚的网络有点卡卡的，刚有点小卡，现在好了。嗨，乔儿。嗨，人好。现在很卡吗？应该还好吧。德峰面试啊，现在。德邦现在是酒吞欸，酒吞，超可爱的。我到底怎么抽到他的？现在也是佛系抽卡。可是我昨天其实就是在那个就是在公司早上很早的时候抽，然后我果然不应该早上的时候抽，因为早上没什么人抽卡，那个几率会跑的比较，就是那个几率会比较不好。贤王抽卡，现在抽不到贤王，而且我本来就有贤王了。对，我几乎都是游戏，真的就是游戏跟照片而已。现在是这个的，可是其实我没有很想抽，但我只是为了要抽那个活动的礼装，因为有礼装有加倍嘛，就是掉卡掉那个素材率比较高。可是其他我是不怎么想抽，就是有啊，可是他的加倍过，现在是九那个三公的加倍，可是我不想抽三公，其实我原本在等那个。
恩奇都的，可是结果发现他的过了，然后已经没有他的加倍了，我难过。他只有加倍一次耶，我觉得好少哦。然后后面就没有出现了，就有点难过，因为我只想抽他的。虽然我已经有他了，可是我还是想抽，因为毕竟可以升宝具嘛。然后我就很想再抽一次他。算了，没关系，相信可以的。然后最近玩的游戏可能就是 Hypnosis Mic， 就那个催眠麦克风。催眠麦克风他最近出了，也是出那个 In Game， 然后蛮特别，是他的那个。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商务还好，对我来说还好啦，就是对。但他在那个他在那个动画里面的时候还蛮帅的啦，赞。他在动画里面非常厉害。然后最近的话其实还好，最近玩的游戏有点太多了。对，然后多利的话我也是有几天没开了，对，几天，因为我之前有玩一下下，因为之前有活动嘛，然后我想说玩一下好了。还富士山，而且我有抽到四星的，蛮，这是蛮欧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变欧了，突然抽得到。我之前怎么抽不到我要的？而且因为他最近不是出了那个新的团吗？那个团忘记他的团名叫什么 ，M 开头的，那个邦德利出了新的团，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到底抽到谁啊？哦，我抽到沙雅，而且很厉害，就是抽到的那个。四星卡全部都是沙雅，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啊。对，他最近免抽，可是就一抽，一抽单抽，哎，太难了吧！一抽单抽基本上抽不到什么东西啊。Hello 富士山，好像是有点卡，现在又突然卡住了，又突然卡住了。那什么哦 ，Morphonica， 这是新的团叫 Morphonica， 这其实还可以再抽，但是我有点不太想抽它。对 ，Morphonica， 目前还好，刚刚突然有点慢，没有。对，我觉得很蛮可爱的，我喜欢的是阿口，就是最刚开始喜欢的是阿口，因为它有一点，你知道，它就是有点那个，有点傲娇，然后有点。也不是很傲娇，他是有点就是很有点中二的那种，他是那种中二，然后可爱可爱的那种，就很好笑，就觉得有点蛮像我的感觉，因为跟自己有点像吧，我蛮喜欢那种跟自己有一点点像的角色，就是个性还蛮喜欢的。现在一边都好像、哦、还有哎、欸，但其实就也没有到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防毒力我就反而更难打，因为他的那个。就是他有一些那个怎么讲，有一些按键的那个技巧实在太难了，我真的打不起来，就是会一直卡住什么的。然后打一次看看吗？我觉得他真的算蛮难打的，因为他有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蛮难打的。要打什么歌啊？其实我不知道打什么歌。好吧，算了，我马卡塞，我马卡塞，因为完全不知道打什么歌，全部都我马卡塞。哦，这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原创曲。我通常都是打 hard， 因为我真的打不了 expert 真的太难了。有啊，之前打过 bad apple， 只是他们因为我给他们选的，他们选的是我网络有点差，网络有点差，他跑得慢。嗨怀怀，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怎么会打他的 in game， 就是有点乱，你知道，就是那个，而且我这首歌我没听过，没听过的东西我反而不太会打。这好像是原创曲的吧？嗯，好像有人还没准备好，因为他没有开始，网络不稳，大家网络都不稳。嗨，怀怀，可爱的中二，对啊，真的很可爱。他也跟我想象就是那种很特别的衣服吗？哦，比想象中的慢一点。希望不会断掉。这首歌怎么那么可爱啊？
蛮慢的哎、欸，也不是慢，就是他的那个程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难。就是要注意不能按太快，因为我每次按太快，然后就会直接断掉。哦，我觉得那个就是往上滑那个比较难，因为有时候没有抓好那个时间就会断掉。我每次都是太快往上滑，然后就断掉了。我是大拇指派的、欸，我反而不会用就是其他的那个玩法，我只会用大拇指滑。可是我朋友都是用就是那个小手指头，欸，食指，可是我反而不会用食指打。耶、yeah, ，大拇指派的，我真的不用食指的哎、欸，大拇指派，大拇指厉害，可是他们都觉得可以用大拇指打的很厉害，然后我以为基本上都是用大拇指打的、欸、之类的。这首歌真的没有很难哎、欸，因为我真的打过蛮难的，对，就有些那个有些程度比较难的，我真的是会打到一直断掉，灵活的大拇指。对大拇指，可是有时候不方便，原因是因为有些不是会滑音嘛，然后滑到很边边，那你就要这样，呵呵，就你要这样滋啊这样滑，然后就手指头会很痛，这要看状况。没有，有些人会这样打，就是放在桌上，然后这样打，懂吗？就是这样子这样打，直接这样打之类的。可是我不太会那种的，不知道为什么，大拇指打的比较方便。对，有些食，对，确实有些食不用食指打会卡住，可是我反而没办法用食指打，因为我都用食指打会那个，就是我的节奏感会乱掉。谢谢阿卡掌声鼓励，谢谢嘉宏的木宝箱，谢谢薰衣草，小拇指怎么打？不是好酸的感觉，是不会啦，手指打很吃亏。对啊，这你这样滑到旁边去，我就好累哦。噔，我没打过这首歌。叮，嗨，要75000也太难了吧？等一下，我的卡牌可以到75000吗？应该可以吧？好像要打个人的，因为他的歌我其实我没有全部都换、欸，那他的歌，因为有些歌其实我没有听过。脚趾派最好是啊，小来，谁用脚趾啊？白痴哦、喔！舌头是怎样？你要打一次示范看看吗？舌头是要怎么打？太白痴了吧？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等一下哦、喔，突然找到我的东西。先打。喷嚏，突然想打喷嚏。但是打喷嚏跟打哈欠一起来耶，他突然被我抑制了，刚很想打，然后现在突然又不想打了，就只能关起门玩。舌头会抽筋耶，抽筋真的，舌头直接抽筋。等一下哦。没听过的歌会比较专注嘛？也不是，因为那首歌真的很干，那首歌真的很简单哎。但是其他的歌就要看，就是有些歌的那个会比较难，谱面比较难。刚刚那个谱面算简单的了，因为我之前有打过 hard 的那个谱面还蛮难的，可是是要看
每个谱面不一样，程度不一样。他会写那个数字啊，比如说什么17、18、19之类，那个就是程度不一样，就是，没有，那很奇怪。刚刚那个到底不知道是到底想打还是不想打？谢谢深深的鲷鱼烧，我就应该点不下去哎，到底怎么弄？好好笑、哦。我没有，我不会皮卡丘哎，要什么皮卡丘？好矛盾。七万五，没有没有，不是那个七万五，我是说分数的那个七万五。嗨，Ultraman。才不信会有人用皮卡，我才不信会有人用皮卡丘什么，我才不信会有人用舌头打，好不好？好好笑，太有事好吗？才没那么蠢，好好笑。什么？有人用舌头弹吉他的？有吗？我不知道，我是没有看过啦。用舌头打到什么？画面也不方便吧？对，看不到吧？好好笑。平安，平安也不会用皮卡丘啊。这首是那个，这首到底是哪一出的呀？应该是那个吧，好像也是绝对巴比伦的吧，是吧？对，那个绝对魔兽战线巴比伦的，它是蓝井爱露的歌，他的歌也很好听，可是好难唱，我每次都唱不了他的歌，因为他 key 太高了。也反正也是那一出的，就是目前哎、不对，刚完结的那一出 ，Fate 的那一出 ，Fate Grand Order 的那一出，有贤王的那个。很好，很好找，因为他现在新，他算新番，下班玩黑魂，屁啦，屁啦，最好是有人这样打。啊，我知道 Mina 有试过啊，超好笑，很好笑哎、欸。Hi Jack， 怎么晚点再给我？真的假的？太扯了吧！到底要怎么用？到底要怎么玩？谢谢君汉看到你有玫瑰还有 love。哎呦，一直按到东西，一直按到我的画面。用 L 的姿势玩 ，L 的姿势玩什么意思啊 ？L 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这样吗？啊？怎么玩 ？L 的姿势怎么玩？哼，什么意思？你说这样吗？这样打意思吗？什么意思啊？不懂。什么是 L 的姿势玩 ？L 的姿势玩怎么玩游戏？他是这样一手标的，一手这样按吗？你是指哪个 L？ 好好奇哦，哪个 L？ 有好几个 L 呢？そして，哦，对啊，很好听。对，我以为是那个死亡笔记本的 L， 单手打走 L 吗？那个叫 L 吗？应该不是吧？那怎么可能怎么样都不可能变 L 啊，对吧？你说这样吗？应该也不是吧？什么有一次露营不小心打，就说皮卡丘，感觉很丢脸。嗯，可是也不会有人真的打喷嚏的时候叫皮卡丘啊，这样蛮奇怪吧？感觉就是那个啊，就是一个效果，你懂不懂？谁会真的打喷嚏的时候讲皮卡丘？太奇怪了吧！嗨，什么神奇 L？ 到底什么是哪个 L 啊？好好奇哦，什么 L？ 有点神秘哎，到底 L 是什么奇怪的打法？应该是效果吧，就是感觉很好玩啊。对对 ，Mina 就是一个奇妙的人。我很喜欢这首哎，这首真的好听。可是我还没有练好，
小兰笔记本 L 怎么打游戏的？忘记了欸，他怎么打游戏的？不是正常打吗？因为他都喜欢这样拿着啊，他总不可能这样子打吧？那样怎么打？好妙哦！不然说出来，然后自己对啊，他就是不小心的呗，就是一个不是真的会这样打喷嚏的人，好好笑哦。Just tell me now, why cry now? 你都多么的爱，所来自我。Just tell me now, please tell me now. まだここにいたい。この話一人聞いても消えてくれたの前。I need you, I need you right here. 什么放桌上要十点？哦、oh, ，我也会这样打，可是真的很少哎，因为我觉得蛮不习惯的，现在蛮不习惯的，觉得哪里怪怪的。那个捏的姿势，突然说是怎样？你知道怎么这样打？一手叼着一手打吗？太难了吧！哎、欸，我只是抽卡，哎、欸，我只是抽卡，为什么？哎、欸，我只是抽卡，你说这样拎着这样按吗？哎、欸，我只是抽卡是什么？好特别哦，太曲妞。对，超赞！我觉得这首和另外一首都超好听的，就是又是一个新的，就是跟 Amy 一样的那种，就是大家突然就是因为会听 Amy 的歌的人，就会觉得就是。好像也会听他的歌，然后突然那我又看到有人留言说对不起，他要花心了，超好笑。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的那种感觉跟 Amy 很像，可是他的声音又更有魄力一点，因为 Amy 有点比较像沧桑感，可是他是有点魄力的那种感觉。他们两个风格虽然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像，可是对对对，他的会比较再更扎实一点的感觉。我也蛮喜欢这个歌手的，而且他好像是混血吧，我记得他应该不是，他好像不是纯日本人，好像是有混血的感觉，因为我没有特别查过，但是我记得他应该有点像混血。而且他这个是有一起作词的、欸，他这个是跟另外一个应该也是作词家吧，他是跟另外一个作词家一起作词的。哦，对 ，Amy 是受伤后才讲，但是我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听过 Amy 受伤前的声音，所以就是蛮好奇的。嗯，但我真的觉得他现在声音还是很好听，虽然我没有听过他以前的声音。嗨，毛良，对，我也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金闪闪，但是其他故事金闪就会有点觉得他，可是我知道他是有原因才会就变成后面那样子的，可是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喜欢以前他的那种感觉。加拿大吗？对，我记得他好像是混血的，我不知道是混哪个国家，因为我没有特别查过，你可以去查看看。这首不太会唱，因为我没有特别练过。哎，美是否唱过《数码宝贝》当中主曲？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查过，你可以自己去查看看。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翻他以前唱过哪个主题曲什么的。就是觉得好听就听这样，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去查他唱过什么哪边的歌什么的，就觉得啊、哦、喜欢听就听而已，对，我也不会特别去查他唱过哪一部的那个歌曲，因为太麻烦了啦，就是喜欢就听啊，不喜欢就不要听呗。嗨人好，嗨志伟，不喜欢就随便这样。我也是听歌蛮 free 的那种，就是我听到喜欢的时候我就会去听，可是其实说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听刚好听到那个歌的时候喜欢才会特别去查，对啊，然后所以我听歌还蛮随性的，有时候就是刚好听到的时候就会去翻来听看看这样，对，但是我喜欢的都还蛮固定的啦，就不太会变，就是都会喜欢那种的。
对啊，我只有我自己就买过，电影版的那几个，但是一般的没有，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因为它有那个，它不是有黑白两片吗？就是黑猫跟白猫的那两片，其实就是合集的，就是很多歌的那个，大概有十几首、十二十首歌吧。那种的话就是我也没收，因为那个价位比较高，好像1000多吧。因为是全部的歌放在一起的，所以就还蛮想要买的，可是因为真的蛮贵的。嗨阿翔，嗨托姆，嗨黄鱼，嗨 Andy， 嗨志伟，嗨人豪。嗨小姨，嗨嗨大家阳，对我也是，对啊，我都是听那种，旋律刚好是蛮喜欢的感觉的，就会特别去查看看。我唱不出那种感觉，因为我声音比较细，就是比较。尖一点，细跟尖就是比较薄，因为我不像他的声音很厚实，除了就是他唱假音的部分会比较像以外，可是他用真音唱的时候会比较浑厚，可是我唱不出他那种沧桑的感觉，好难哦，这是一个声线的差别，声线不一样是真的很难唱出那种感觉。日亚的 CD 真的不便宜，对，日亚真的好贵哦，因为我都买日亚的比较多啦。哦，对啊，之前有丢在那个 KBox， 可是因为新歌我现在没办法更新，所以就没有丢了。先离开了，好哦，拜拜，帮尾爸爸晚安。不是，是声线的不一样，懂吗？有时候不是你唱的力不太好不好什么的，是因为他的声线跟我声线是有差的，我要唱出他那种感觉是有点难的，就是我可能唱出来的那种感觉是我自己的诠释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声音就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就是很浑厚厚实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唱他的话会听起来是会有差别，就是可能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到位，对，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但后来嘛，还是蛮喜欢唱的，就变成说你要自己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唱这样子。对，他的声线跟我声线真的差太多。其实 Amy 的歌我也没有到很适合，可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那首歌的感觉，对。但我还是很喜欢，喜欢就唱啊，对不对？这首歌都不是那个问题。哦，你不爱我，那不是啊。我买的就是太远，我买的就是这一片的，我买的是这一片的，就是它的封面是。对，这个是 A 美她自己的封面，然后这个是动画的封面，对，有点糊，因为太小了。谁？你问他们，应该听得出是谁吧？另外一个是谁？另外是谁？猜猜看。另外一个是谁？猜呗。是不是也就只有那些人啊？很好猜。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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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又掉。一直掉下来。没有，不是绝，对，是一家跟小晴，一家跟小晴，不一定耶，但是因为毕竟动画的那个。因为动画的那个版本啊是限定的，就是它是限定盘，所以就有可能以后就买不到了，所以我通常会先买限定盘，然后那个一般的盘的话就是看状况，但是因为我平常我就是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他的歌可能是一模一样，我可能就不会再收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即使封面不一样我也不太会收另外一个，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因为反正歌是一样的嘛，就是说我会先收那个期间限定的，就是之后就买不到的，我会先买起来，然后就是其他就是看状况。是夜梦，太难也收一哈当，版本太多，对啊，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经费可以去买那么多个不一样的版本，太多了啦。因为我也蛮喜欢的，可是就觉得这样好贵。关掉这么关掉，对。
首歌。想一下。为什么我的里面放了一堆影片，然后却没有歌呢？超怪的。怎么一堆影片就是没有歌？而且我怎么翻都是 A 美的歌，超可怕！我的那个我的 YouTube 单，我的 YouTube 的那个推荐曲已经全部都是 A 美的歌了，超可怕！他那个戴尔口的歌呢，好像是新的，来听听看好了。没有听过他的，我很少听他的歌，听一下。买那个门什么封面寄给我，封面寄给我，太白痴了吧？他那应该是歌词本的封面啦，你不用寄给我啦，太好笑了，人家没有歌词本可以看欸。对，我是 A 美的迷妹，因为人家在翻 A 美的东西。嗨，阿凯。有人家是 A 美控，也是跟老师。对啊，就是几乎是 A 美的歌，反正就是我通常听比较常听的一些动画歌曲这样。改成这改拍子哦，那你要自己写歌词哎，自己把那歌词写在里面这样。哦，两个小时了耶，好快哦！要翻我的眼睛的睫毛真的很容易塌掉。你看得到我的睫毛吗？我每次都看不到我的睫毛是翘，它都塌，它很会塌掉。它是已经塌掉了呀。因为我现在看着镜头的话，我就会看不到我自己的脸。嗯，对。对，没有是真的看不到，因为它已经塌了，它真的塌了。虽然我现在是平视里面的，可是其实还是看不到啊。它已经塌掉了啦。很蛮，因为它没有很翘啊。平时我会把它夹得很翘，可是现在，已经塌了，算了。谢谢无糖的星之冠。欸，小晴，你们要吃抹茶吗？因为冰箱有那个抹茶的那个小蛋糕，那个舒芙蕾，你们要拿出来吃，因为它今天过期。你去拿出来吃，对啊。因为最近那个全联不是出了那个抹茶吗？你们拿出来吃，因为我今天把它吃掉。因为它打折啊，然后我说打折哎、欸，因为我今天就想到我就要吃，对，今天过期。然后它不是过期品就打八折吗？然后我想说哎、欸，因为我就一直很想去吃它那个新，就是新出的，它不是最近新出吗？那我就去找，我就想说哦，顺便去看一下好了。然后我看到哦有打折哎、欸，你知道吗？打折就是买起来吃啊，对不对？吃起来，很好笑。下面那个，上面那个是那个蛋挞，下面那个是舒芙蕾，不是舒芙蕾吧？啊，不是舒芙蕾，好像是另外一个蛋糕，是什么蛋糕忘记了，反正就是蛋糕。抹茶双层乳酪蛋糕。哎，对对对，大家吃一吃吧，盒子就好。对啊，反正它打折，不吃也是会丢掉，因为它真的是他们那种东西，就是不吃就是直接丢掉，不然就是员工带回家吃这样而已啊，所以就想啊，那就买吧这样。反正也是大家一起吃一吃，大家可以一起吃一吃耶！嗨，龙龙，怎么啦？太无聊，我要来关了，差不多了，因为我也要去吃，我也要吃抹茶，好吃。你叫我滑到那个、欸，超好笑，我滑到那个什么珍珠美人鱼。珍珠美人鱼那叫什么来着的，忘记他们的名字了。那坏人叫什么啊，什么什么姐妹花。什么什么姐妹花我忘记了，那什么什么什么黑暗姐妹花吗，忘了。什么谢谢我干嘛，你们又不会吃，你们又吃不到。你们自己去买啦。
啊，黑美人姐妹花好像是，忘记了，应该是吧。好莫名其妙划到他们哦，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你知道吗？现在根本不会看。谢瑶老师是怎样？你们可以自己去买来吃。我很想要那个，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全年的那个抹茶的那个商品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打算要全部吃一遍。我现在正在实行我的愿望，我要把它全部吃一遍。我现在买了两种嘛，一个蛋挞，一个那个刚刚他们说那个乳酪蛋糕。我原本是要买苏芙蕾，因为苏芙蕾是原本就有打折，就是原本是120几块，然后它现在是99块，还蛮便宜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吃看看，我觉得应该蛮好吃的。对，我是抹茶控，我超爱吃抹茶。那就是要把所有的抹茶商品吃过一次，开心，呵呵开心。胃口那么好，我只有吃甜点的时候胃口才好。是不是女生都这样啊？就是吃甜点的时候胃口最好啊。然后甜点最对啊。那我上次睡不着，就耶谢谢，然后我就在那边拼我的拼图，好好笑。它原本就有叉子吗？看起来超好吃的。对，甜点是另外一个味。会不会切太大？你们会不会切太大块给我啊？因为我觉得蛮小的、欸。嗯，还蛮好吃的，那白白的那个部分还蛮好吃的。嗯，嗯，好吗？耶，开心！谢谢 Magic 的 Love。你们有人是不吃抹茶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也会有人怕抹茶那个味道。像我一些朋友就真的蛮不喜欢吃抹茶的，就是觉得。他可能比较不喜欢那个抹茶的味道。抹茶的伙伴，红豆。疗愈吃香。来念排行第十是无名，谢谢无名，谢谢。饿了，赶快去买来吃啊！不对，现在关了。就怎么讲，就是好吃啊。虽然它的抹茶味还没有到很重，就是它不是那么的纯的抹茶，因为毕竟还有一定要加糖啊什么来调味，可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不会到难吃，因为有一些抹茶可能会太死甜啊之类的。嗯，那它这个不会很死甜，它还是吃得出那个抹茶的味道。嗯，它上面这一层很好吃，它上面这层就有点甜甜的抹茶，因为是吃得出抹茶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嗯，有些抹茶是我吃不出它抹茶味，它已经甜到就是盖过那个抹茶味道了。嗯，好好吃。嗯，幸福。你知道，能吃甜点就是幸福啊。谢人好的 love， 因为有人叫我讲的、啊，太好笑了。好，快！第九是雅痞神探，谢谢雅痞神探。对，只有吃甜点的时候速度很快。明天抹茶要缺货，赶快去买来吃看看，快笑死！我真的很爱吃抹茶，现在就是到处找抹茶那种，就是美食啊之类的。第八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没有好吗？我只是刚好想吃。第七是夜市冰泉，谢谢夜市冰泉，谢谢。哦，提拉米斯真的很好吃的感觉，我是很想吃那个舒芙蕾啦，所以我可能过几天我就去买那个舒芙蕾吃了。看起来很好吃，我要等它过期啊，不是、啊，等它过几天有点快，等它滞销，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抹茶味道。对，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蛮。极端的产品耶，因为就是不喜欢的人就永远都不会去买来吃这样。对，我在等它特价。好坏哦、喔、可是真的比较便宜嘛。想要抢便宜。第六是 CKNK， 谢谢 CKNK， 谢谢。第五是开闸，谢谢开闸，谢谢。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抹茶其实蛮贵的，就是抹茶产品不知道什么都好贵。第四是 Akira， 谢谢 Akira， 谢谢。第三是不入流，谢谢不入流，谢谢谢谢不入流。第二是无糖，谢谢无糖。
碧血无痕。到最后那天再买，对，我已经看好了，它是3月30号时候过期的，快笑死！所以我30号再去看一次有没有那个过快要过期的，这样会不会很坏啊？快笑死！已经看我那个时间了。第一是阿尔法，谢谢阿尔法，谢谢，谢谢阿尔法，谢谢阿尔法。哎、欸，算得很准，快笑死！谢谢朱颖的紫网，我也不知道哎、欸，可是应该不会用到很差的料啦，就是他应该不会用到那种很太廉价抹茶粉之类的，对，应该还好啦。好，今天小蓝是这边年过期的，对，哎、欸，因为我之前其实我有做过那个嘛，就是对，所以他会有一些那个小东西。谢谢阿允的心之怪，不会啊，因为应该那个吧，过期了很多，因为其实食物过期了丢掉也很浪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可能是捐出去啊，或者是不会真的全部销毁吧，不然我觉得还蛮浪费的耶。然后我也就是帮他们，我也是在帮他们，就是你要清那个过期品。是我好善良，没有啦。有啊，我拼完了，你们可以问大家。非常非常的漂亮，干嘛？我要吓死我！你要干嘛？哦，熨斗嘛，你自己去拿。谢谢。算了，我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它在哪里吗？应该知道。打开门，一看到我那个柜子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对啊，是没错啦。但是其实甜点这种东西也不能冰太久，这个其实过期个一两天，真的觉得还好。对，所以我也是觉得没差，因为过期一两天其实还是可以吃的，它没有这么的容易坏掉。等他来接运动，快笑死！好饿，可以去买宵夜咯，宵夜吃起来，对，牛奶对，可是要看欸，有一些比较品质真的比较好的，就是过一天就不能喝了、欸，超猛的，真的是有一次，我想说，我也是，就是那个过期牛奶过期，然后说哦，过一天应该还好吧，就拿出来要喝的时候，喝第一回发现它坏了。超可怕，还好我没有喝很大口，因为我就很怕它坏掉，那我就喝一点点这样子，我就发现坏掉了，超可怕，参考用，真的。刚刚是谁？刚刚是绝啊，今天是云卷。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陪我拼完了最后的拼图，虽然就只剩一小块，做那一小块，对，谢谢大家见证我拼完了1000片的奇迹时刻。好好笑，豆浆也超好喝的，我也喜欢豆浆。谢谢强生的紫网杨哥，还有心之怪，谢谢，拜拜，大家晚安，那也早点休息。虽然其实明天是假日了，但应该还是有人假日要工作的吧？大家加油了，辛苦。而且现在就是危险时期嘛，就是大家尽量要多戴口罩，听起来很奇怪。大家尽量出门的时候要戴口罩，好不好？然后接触陌生人的时候呢，要离远一点，不要离太近。虽然因为有些工作服务业就真的比较麻烦，因为服务业要就是接触人很近，所以会比较危险，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己安全，这样。大家也要多注意自己安全，还有身体健康。大家真的如果觉得哪里不舒服啊，就赶快去检查一下什么的，这样也比较好。谢谢，对，我应该裱框起来之后会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成品，对，可是等我裱好它，因为我很怕我用的不好，对，等我弄好了之后呢，会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已经框好的样子，这样。OK， 那今天就先这样啦，再见，拜拜，晚安，再见，不，再见，拜拜，哎，晚安。